死死！洞蜘蛛洞，蜘蛛洞，蜘蛛洞，蜘蛛洞！等等等等，蜘蛛洞了，蜘蛛蛹出来了，蜘蛛蛹出来了！我想去看，看个屁呀、啊！对啊，你们是直接往没有没有没有从旁边从旁边从旁边，我想说就从旁边现在找一个洞，把水灌下去。哎，你要死？没事。好、哦，大理石，大理石哦。你们从哪边下去啊？左边有条路。哦，看到了。到水之前，左边有条路。来啊！是快要到水那边，然后左边吗？对。我要没火把。来打死！啊！你一分我啊！卖钱！里面这个就是蜘蛛洞啊！卖钱！穷成这样哦！哎、欸，这都是钱呢、欸！啦、啊！把箱子里的矿全部卖掉也是钱啊！我是讲到矿留着啊，炸弹拿到四颗，上面会不会有东西？上面有个大史莱姆，史莱姆。还剩十几分钟自杀哦，十几分钟自杀，你剩几秒钟而已啊，剩几秒钟了，来不及了，没中奖，烂游戏，没有中奖，没中奖，恭喜一下这五位抽到二十，奖金累积到下一期。你抽中不要灰心，哎哎哎哎哎，有妖术鬼啊！机会，哎，有妖术鬼哦！没抽奖，不要灰心，哈基马上再抽给你，马上再抽一个、哦。不行的、啊，太累积太多了，这已经五次了。哇，三叉戟这么猛，不猛，难用死了。它只是直线好用而已。哎、欸，哈基回来，我要灌水了。好，灌水。灌水什么意思？我们家，我们刚刚那边的下面不是有水卡住？对啊，对啊。把水灌起来。杰克走啊，杰克走啊。不然你弹又不上来哦。哎，臭蝙蝠。不然等下蜘蛛洞，哎，又不好。杰克，杰克上来了，杰克，杰克，哎耶，哎耶！我知道按 Shift 切换成火把了，是没错，我知道了。哎呦，汉娜晚安，晚安哦。好了，水来喽。哦、不好意思，我在上面多盖了一个杰瑞，那个要拆掉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切！这还要流多少下去啊？就全流光，全部。这么猛、啊，也没有说到很猛。它其实有点水流的显示 bug， 所以你上面水越多的话，越会。
就是它有可能留不完，它可能就是量太多了，可是显示成这样子，量太多改用苏菲。哎、欸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要游下去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游不上去了，我冲下去啊！爸爸。不是爸爸，就讲哥哥，我不是爸爸哦。欸、那个手手哪里来的、啊？手手、哦、开箱拿到的。哦，好，这是可以粘墙壁的。不钩爪吗？对啊。嗯。你去挖那个宝石。箱子里还有。还有，去拿一个玩玩看。啊。要喝哦。好。水母来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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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哎呦！有黄金圣斗士，长什么样子啊？宝石啊！你拿宝石去做，可以做。宝石哦，红玉还是什么玉？蓝玉哦，翡翠啊，红玉啊，那些东西，看哪个数量有超过十，拿哪个去。翡翠，翡翠，小心毒标。对，我有踩到线，下口的。我就把那个线破一下。我再去弄个丢丢球，下面好像淹满了。对，翠，你们下来吗？下面淹满，要下去啊！哦，对，你走另外一边哦。我还想办法上去。哎呦，我刚走左边，刚你们下来看那边蜘蛛洞哎。对啊，刚就有讲，再不听。嗯哼。完了。嗯。不用怕啦。那怎么制作？找向导，他会告诉。找向导，他左下角会有个空间，你就放进去。耶、yeah, ，通了，我们可以继续打通这里了。可是我没的。我有，我要我身子，我好像身上有，我有。来吧，放。翡翠。哎、欸，这里有翡翠。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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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好还好还好，怕不用怕，你要学光。有。哦，等一下。哇有水了，嗯，在旁边又挖这一条，我明明又补起来啊！哇，我想往下挖，哦，哇，没有，那边本来就那一条哎、欸，那一条是通的，不是这个水管下的，没有，我是往左边挖，嗯。你把左边堵起来。铁针合成，那就去找铁针。啊，帅死，北西，巴拉溜丁，那是恶心巴拉溜丁。阿妈歪歪，阿妈歪歪。这个水有够多哎、欸。对啊。哦。哦，对的。哎，恭喜你研究成功。然后怎么使用啊？一，我被黏住了，然后呢？然后你上下左右就掉下来了。哦，通了，通了吧？到你了，
没关系，我这边很。哇，好大根蘑菇哦！啊！别疯！别疯！下面别无害。终于通了。哦，通了，终于通了。哎、欸，线需要线，需要绳子再放。好的。哎、嗯、哎有旁边。哎、欸，踩陷阱可恶。围亡灵围巾海盗。啊啊！挂鸟。完了，拜拜。小妖精死了。哦、怎么附近人全死了？你小心哦，下一个轮到你了。再不走的话，轮到你了。再不走，轮到你哦。那挂鸟要滚过去哦。这是一个病毒哦，你小心一点。嗯。嗯看很可爱吧，而且我找到这个了。那我们在抓蝴蝶。这个水这样子一直流下来。刚刚知道什么来了？人。哦。你看棒棒吧，快夸奖耶！有人在玩，哦，你好棒。那你是？你们还在水那边吗？来了，水通了，通了。好，那只啦。给你下来，我要抓你。嗯。为什么要8块钱？嗯、没抓到！蜘蛛！哎，蜘蛛！哇，蜘蛛！干，蜘蛛不要，蜘蛛不要！杰瑞，借船一下！好！哎，要重点点，要滚下来了！毛骨悚然！啊！毛骨悚然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就是。对啊。哟，你第一次到那个蜘蛛洞。哦，等一下，蜘蛛都被炸穿了啦！你爬上来了，懂？啊！底下还会继续剩蜘蛛吗？会啊，会啊！啊，我要解释一下，这个游戏就是在什么环境。就会生什么怪？哦，最好是懂啊。他这样讲就哦，他还懂，这是有点不知所措的哦。说你周围，你在中介好了，但是你周围都用地狱石包着，那边就会生僵尸蛛。他是看环境的，什么材质这样吗？材质看你背景是什么环境。哦，我只要 GTA， 我跟我玩抢，最近 GTA 5吗？我还好嘞。骷髅死掉。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。越哭越像猪。复制口令，发送。抽起来，抽起来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这地怎么那么崎岖啊？得把木头存在箱子里，都被回收了啦。不是我，什么东西会被回收啊？我都按快速堆叠自己的宝箱，
啊，只要宝箱里面有一样的，一样我身上有的东西被存进去。哦。鸭嘴鸭嘴。嗯，啊，我的一斤都不见了。我的钱。哦。是啊。这是什么啊？会跳来跳去在水面上。结局吧。要跳啊？不知道啊。哦，比尖刺什么冰冻史莱姆？那就是冰冻。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好凶！怎么感觉不痛啊？哦，好痛，好痛。很淡定的说：“哦，好痛。”我在鞭尸。哦，好痛，好痛。哦，好痛，好痛。哇，好痛哦！天哪，你有我心痛。